嗨，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如何分解手机，因为我有超多。嗨，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如何分解手。Hi，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就单纯。Hi，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要来跟你的开心分享一下如何分解你的手机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我们现在桌上有一大堆已经故障的手机，这是我从人生以来，然后我们全家故障的手机都在我手中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手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我们目前现在手中这里有一大堆各种不同的手机都已经故障了。Hi, my name is Kai Yuan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里有各种不同的故障的手机。那这一头手机呢，全部都是我们家，就是我哈、用坏的手机，或是我们家各种人用坏的手机都在这里。那这里大部分的手机应该都是已经开不了机啊，或者是开机会宕机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故障，网络故障、WiFi 故障、蓝牙故障，或是什么电池故障之类的。那我想说，这些已经不堪用的手机，但是我想要保留它的这样子，就是外观啊，然后有保留它的纪念价值。那我又怕它的电池发生什么事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要先把这些故障的手机的所有电池全部拔出来。